今天是3月19号，2024年3月19号。今天的话，一艘这个油价都已经158.9了，真的涨得还蛮厉害的，140以下是赶紧加，多加点。这油价现在真是涨。嗖嗖的跳啊！看上面这个钱数，87号的话，一般就是，就 regular 这个可能就国内的92，一般的小车都是小轿车都87，就加这个87 regular。这边加油站大多数现在都是，ATM 的，就是自己 self 来 control 的，选号啊、插卡呀、用银行卡来支付啊，让人积分呐、啊，也有 full service，full service 的话也就比较少了，现在，是吧？总共72块钱，加了45升，72.53，45.6次机升。然后把片一拿，返人。